算上。这个故事还没有完结。先来打工，闪个这个。不好意思，不掉血。前期我们已经无敌了。哎呀，我应该给猴上装备的，上错了，给这亚索上装备不厉害，应该给猴上装备。升级上大树，我要播种恐惧。有没有重装战士？给猴来一个。靠，没给猴装备，给猴装备呀、啊！天选猴不给装备，真是。如果上把小法师啊，他强成这个样子，必定是版本答案，真的必定是版本答案，这太猛了，没有三费英雄不升到三还这么猛的，猛的就有点过分了，就有点，就是要的装备可能会有点多，要两个女神之泪加一个拳套的一个魔抗。外加一个这个正义之手，其实我觉得不厉害，水科技枪好一点吧。正义之手容易没有吸血，这没科技枪再给。而且上把他根本没有前排，一共他前排就一个狼人加一个弩弩，大树好像他都没有。哎呦我操，大剑小法，我申请要一个，兄弟们，实在不行我拿女神之泪凑合用，再实在不行我拿个全套的魔抗着总行吧。来个全套的，正义之手直接放大，那我知道。可是直接放大也没啥太大的用啊 ，A 一下放大不也行吗？我准备好了。你准备好了？我差点钱呢，我得升啊。福星，
猴子卖了，把你卖了，老让我卖猴子，猴子是我爹。怎么的？嗯？就你叫第一名啊？你凭啥一直赢呢？我都没允许你赢，你凭啥一直赢呢？不行，一会儿把牙锁换了，把牙锁给换了，然后把装备给猴。这猴上装备比牙锁猛多了。大树先来一个。盖伦升级，把牙锁换下来，然后上个大树，就三森林了。给女神之泪魔抗，不要大腰带，除了攻速跟大腰带其他都能用，好吧，不行，这全套子不太能用啊，全套也不能用，你再给换一个。三个重装怎么整啊？正义之手现在不能给呀。你得给个蓝 buff 啊。扎的不是猴吧？啊，不是猴，还行。扎的要是猴，直接把猴拔死，还行。剑姬儿不要了，剑姬儿肯定不要了呀。大树升个级，我这质量不比他上把质量好啊，只不过没小法呗。哎，可以给他再来一下 ，nice， 就你没掉过血呀，在我这里你敢不掉血，小伙子，我不知道你因为什么这么猖狂，这么狂妄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，我允许你不掉血了吗？我也没允许过你呀。整个小破三福星还想连胜，我的天哪，拿下。
完了，碰上同行了。他的同行明显就感觉就不行，你知道吗？这同行小法师都没装备，就你叫同行啊？你别玩了。这波看看有没有魔抗，女神之泪、大剑、魔抗都可以拿。大剑没了，女神之泪、魔抗选一个。好，拿魔抗。我都拿不到，我为什么拿不到呢？下边狼给我报个女神之泪，然后我自己选秀拿把大剑就完事了。来了一只小法师，先给整个水银。哎呦我操，这什么伤害啊？哇，这人好厉害啊，好离谱啊。哎，他这都啥呀？他能打赢我呀？一群歪瓜裂枣。天哪，你小法呢？这不这儿呢吗？这里呢？在这里。我的小法师在这里。猴肯定是得卖的，只不过不是现在。哎，别着急，你老急什么呢？有什么好急的呢？我都不急。不是说小法师的这个机制改了吗？也没改呀，我看。改成啥了？原来不也是杀人加法强吗？这有什么改的？改的是啥呀？这是能不能给个女神之泪？大哥，大剑，女神之泪，大剑，靠！天选小法来，天选小法来。哪一爷来？好，这不是永恒之身呢，凑合用吧，凑合用吧，兄弟们。给努努上个日炎。那就是没蓝 buff 怎么整啊？
六法师永恒，四凑不上六法师吧？咋凑六法师啊？这不扯犊子呢吗？我现在是七人口，我升个级，转职法师没有转职，那不得有转职才能上吗？这没转职这怎么上啊？六法我还上三个，那不行。我把狼人下了，上个法师，这四法，然后我升个级，再上个法师，五法，那还差一个呢，不行，那得转一个，要不转个森林，要不转个法，要不然就九人口，只能这个样子。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猛啊，这装备不行啊，这怎么还让人控呢？这哎呀，没有女神泪吗？啊，有。没有大剑吗？哎，有。拿大剑。再上一个禁夫就可以了。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小弟一弟，不过我们拉也行。同行不是同行，这不是同行，这是魔法师，这不一样。这个魔法师不是养小法的，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啊。哟，这狼人行啊，没有同行。森林法基本上是没有人玩，没有人会去碰这个阵容，这阵容不太行。对，你把他杀兵都杀了，打杀兵，打杀兵，打杀兵，别打那黄鸡啊！靠，给 A 死了，这没叠上法强。寒冰不给装备，寒冰咋给装备呀？没有装备给呀，那我也得能给呀。我那俩全套着，一个大腰带，我上哪给他装备去？小法一人能杀五个不是？那有个龙爪的，我那把老母锯有了，他这怎么死的？一枪给枪毙了。没那味儿啊，这也没有上把那小法那味儿啊，味儿不对呀、啊，这味儿不对劲，串味儿了这。
串味儿了，兄弟们，味儿不对。二星进跟你开玩笑，我那把二星狐狸咋炸也炸不死，炸那小法根本就炸不死。给个女神之泪，好的，这样就可以神装了。递个三星露露吧。给个禁夫，给先给个那啥吧，先给个三星露露，再给个努努。就这么给呗，装备一会儿给禁夫行不行？没事，先给塞拉斯装上吧。你别跟我说你单挑不过这个瑞文啊，可以。刚宗今天好像很饿。哎，你好啊。给寒冰也行啊，那给寒冰吧。我想着是给寒冰的，一开始你知道吧。后来吧，我又感觉给这寒冰。掉了个露露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掉了吗？你看人家这狐狸打我，我那狐狸打着小法不掉血，怎么回事呢？这不应该呀，这留点 money， 把小法递到三，差两只，人家双法爆，他一星狐狸，他就他妈一万个法爆，他咋的呀他？我给他一万个法爆，我让他一顿暴击，也没用啊。感觉好像是得正义之手哈，科技枪感觉好像威力有点小啊。打沙兵，打沙兵，给禁夫法爆小法师，法爆露露，禁夫龙刀，先要小法，先要露露呢？还是先要禁夫呢？先要禁夫吧。小法好地，那拿小法，他都给我拿走了，我就拿小法。这个法爆决定给禁夫了。冒险继续，冒险继续，差一针儿，递一个出来吧。
银马不要了吧，银马撇了啊，银马撇。寒冰是我爹，那寒冰为啥不是我爹呀？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为啥寒冰他能不是我爹呢？禁夫小法来一针就完事了，给他升个三。那小法必然是不是小法？寒冰必然是我爹呀，本来就是这寒冰他就得要的呀。有没有进夫？蹦！版本答案：三星小法，兄弟们。版本答案：就这安妮根本的就不好使。这就是给我送法强的。把着法爆科技枪的禁夫来了，给你先拿着。也可以给努努，努努也可以，努努要升三星。我们攒攒钱，把努努递到三，然后第一只进夫就行了。进什么夫？万豪。你没有进夫，我怎么没有进夫？马上来，进夫，出，差一点，五费卡差一点，看着没？差一点。看看法枪215，改哪了小法师？改啥了？没改呀，好像。这给谁？给努努还是给俊夫？看你们吧，我这都可以。哇，这有点克我呀，这伏击之招。不过我有水银也不怕，改成打血最少的，以前不也打血最少的吗？啊，以前是随机的哦，好吧。三星努努也猛，一口一个。比如说这安妮儿就可以一下就给吞了。地呀，不地，攒钱。这时候地不精神病吗？我就想知道这小法师到底能不能把他们全杀了。你要能把他们全给杀了，兄弟，还行，这也不行啊，这，哎呀，这挺垃圾呀。
说废话，多咬几下。选秀拿劲夫，给点装备。322，差不多了，有吃鸡的潜力了。这小子指定要绿纹。我们先拿一个凑合用啊。哎呀，装备凑合一下。他差三只呢，不用太担心，也就一轮的事儿，下轮把他杀了就完事了。我找个露露，找个寒冰，找个露露。看看劲夫的表现，哎，起飞降落，不太行了，没那味儿。他又赢了，小黄毛，拿下。确实俺们的学习能力是没毛病的啊，兄弟们，我在学校一直都被老师称之为天才，你知道吧，就是老师讲的东西看一遍就会。